你要直播吗？可以，对。哦，这样大家就不用一直回答问题了。这样也解决，就是说一些不是跟我们买的客人，那么不要说我们都没有服务，直接就公开这样子，看别更恭维。你要插多少？插他声音。可以讲我对我家己讲。对啊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又一个，今天有个苦主哈、哦，阿杰哈、哦，L 叉一百被风给刮倒了，哎，真正可怜，真正可怜。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在线上的朋友，大家一起默哀一分钟哈，哀悼一位这个阵亡的 L 叉一百，哎，鞠躬尽瘁，幸好应该还有的修，我的判断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样用呢？跟大家讲哈，就是说，当我们长时间要使用这 iPhone 先生 ，iPhone， 要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呢，第一个行动电源当你的基座，好、哦，这是 BOSS 的方案。那最好是两个孔，你一个孔也没有关系，两个孔更好。那么一个孔不嫌少，两个孔恰恰好啊、哦。好，来看一下。那么长时间有几个长时间？第一个长时间的顺序呢是手机，但是手机要长时间呢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啊、哦，问题是挺大的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没办法供电了、啊，因为这个位置供不了电。那供不了电，你有没有 iPhone 充电线呢？有没有？iPhone 线没有哈，没有 iPhone 线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很重要，要来一个这个东西，非常重要。那你要买叫转接线哈，稳定器专用转接线，怪机师限定，怪机师限定，他把原本的这个线头转接到这个角度来。这样就充电了。哦，默哀完毕，是是是是，还真的有人默哀啊，真的有人默哀，妈咪你真的是太残忍了，陪着他默哀，好狠、啊，好默哀完毕啊。我觉得装长板的，对，我家里什么线？那万恶的苹果牌呢？他们的头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特别让人家。赌什么？自己讲，赌什么？赌烂了，对啊，赌烂了，啊，特别让人赌烂。那先生没办法，你如果因为你这个棒槌杠，我们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各位看看哈、哦、，ASY 张有准时报道哦，啊、哦，全世界的稳定器就这一支最好，你不要拿来比的哈、哦，你质疑我，你就告诉我说你的稳定器可以做这件事。全世界手机的稳定器可以做这件事情的，你告诉我它很厉害，好、哦，为什么我说它最好？因为这样是最好的，这对于拍摄来讲非常的重要，高低角都用得到。还有这支稳定器它不会撞车，这支稳定器在台湾维修两天就修好，两天就修好很重要，而且它有台湾有大量的它有备料，好、哦，这支稳定器就是这么厉害。好、哦，你如果说 BOSS 说错了，你来挑战我，好、哦，它就是现在就是 CP 值最高的，好、哦，7900多块而已，好、哦，比人家那10000多的强太多了，强太多了，真的没得比，好、哦，没得比。哎，亚斌你好，亚斌，谢谢你来哦，我不知道你长得那么漂漂呢，哈、哦。是不是你要的呢，先生？是哈、哦，来再来灯光的部分，哈、哦，手机要拍得好，灯光一定要有，哈、哦，一定要有。为什么呢？手机的是小 sensor， 哈、哦，有1/2、1/4的哈、哦，它的 sensor 极小。那么有了它之后呢，啊、哦，你拨起来就漂漂了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如果说你可以买到双头的哈、哦，双头的呢，一只插手机，一只插这里，插这里。那在这边跟大家讲哈。哦这里你就不要插了，因为它电很够。顾好你的手机就行了呗，顾好你的手机就行了呗，好不好？啊，亚斌，你大概是我们这里面唯一的那个漂漂的女生哦，哈，我们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女生，啊，就亚斌啊，一位漂漂的女生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铁粉。
你行动电有带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好的，没关系。好，行动电源同时扮演脚下的角色。另外跟大家讲一个秘密，装行动电源拍起来会特别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发现没有，不会旋转。不是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叫做漂亮的平衡？重心，重心平衡有概念。当你这一坨平衡好之后，下面就没有重量。那么你如果配出一个漂亮的平衡之后呢？你这样轻轻握，轻轻握，画面会更加的稳当。杠杆没有错，杠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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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Marvin Chai 跟 Marsh Chen 平衡对，没有错，平衡。那么这样子灯有了，好、哦，那当然灯的打法是这其中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呢？像先生现在这个为了充电这个状态呢？花了这个200多块钱呢、啊，还要再多加50元，为什么呢？这里再多粘个50元，看粘了50元之后，下场就是会撞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劳烦您只要把皮套拿掉就行了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了，物这种东西哈、哦，你过度保护它其实没有意义，坏了就再买新的，好不好？可以介绍 Gimbal 的型号号码吗？哎，陈啊、廖 Ted 你好，这是 SPG。Live SPG LIVE 哈、哦，那下礼拜会陆续到，现在是严重的缺货。那这支稳定器呢，跟大家讲，台湾维修，台湾维修，然后使用时间6个钟头，好、哦，一组电使用时间6个钟头，然后呢，全部360度不卡机，有的10000多块的是左卡右卡上卡下卡，没有一个不卡，它所有的轴都卡，我没有见过稳定器做到全卡的。那么这支 SPG 呢是完全不卡机，在台湾维修啊、哦，一年保固。那怪机师这边呢，基本上都能够现场解决，那、卖的相当的不错。重点是他还做一件事情哦，他可以上 GoPro， 上 GoPro 加板子吗？加板子吗？加板子吗？落后了啊、哦，那个哎，肖先生。姓肖还是姓陈？姓陈啊，拍谁？对，人太侪啊，记袂掉是应该。那记会掉，迄就是神啊，哦，神经病的神。好，接着呢，要教大家一个，就是让这个他上 GoPro。你将来在玩手机玩到腻的时候，你会玩一个东西叫 GoPro， 一定会玩的。啊、哦，这个是在整个拍片的循环当中，好、哦，难免会发生，都会发生的。声音延迟1秒，好，对，我这里的频宽一样没有解决，好、哦，这里频宽一样没有解决。好，接下来不用板来做做这个东西，好、哦，做这个东西。这个先拿掉，没有关系。拿掉，拿掉，好，先把手机这事给忘了。那这要充进去，你要用这个板没辙，你非得拆壳不可，因为你要充电一定得拆壳，因为它转接的关系。差别。好，接下来要教大家就是 GoPro。再接下来 GoPro 这个东西呢，如何 GoPro 边充电 ，GoPro 又边拍片？好 ，GoPro 边充电 ，GoPro 边拍片。现在处理这件事，来教大家免。花钱的 GoPro 装机法、哦、免花钱就是说你 DIY 就可以装了，还可以看得到荧幕的、哦、还可以看到荧幕的、哦、荧幕的、哦、还可以看到荧幕的。那么大家会说 Boss 你北七啊怎么装直的呢？ Boss 不是北七，装直的你就是用直的拍回来做 Prime 画面用，再来按一下、哦、再挪挪可以自拍了。好、哦，这是 SPG Line 哈、哦，带给大家 SPG Line 带给大家的功能。那么，你这一支将来可以再做这事，就不用再多买板子。但是多买板子有多买板子好处啊、哦。好，按两下，跟随，跟随。那么有人问说会穿帮，不会的，请放心，他不会穿帮的哈。Go 五也是这样用吗？是 ，Go 五一样的用法哈 ，Go 五是一样的用法。啊 ，Go， Boss GoPro 能上 Ultra 30也没问题啊，当然啦 ，Ultra 30是一定可以的哈 ，Ultra 30是一定可以的。啊，这是一个啊、跟大家开交流的一个装载方式。你要装这边也可以，没有办法做，
哎，郑大龟你好，大龟看一下前几个。我后来重新整理，然后基本上也不在我个人的涂鸦了，已经就同步了。哦，了解了解。郑大龟，你再看一下前几集有在讲那个无线收音大补贴哈，无线收音大补贴，你再依照你的需求分析。好，以上就是大致上这样子。那先生的需求，今天的课程是这样子哈。我们当长时间要录影、要直播的时候呢，要怎么办呢 ？GoPro 一定会先死，不是 iPhone 一定会先死。一定会先死。那如果要死的话，要死之前呢，你能够有这个东西，它就死不了了，它就死不了了。你就可以透过行动电源让它活得更久一些，这一点。第二点，那么 SPG Life 可以透过这个手机夹这边夹，还有另外一个夹法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两个夹法都行的哈，两个夹法都行的。好，一夹还有一夹夹夹夹相连到天边的哈。但是你最近有看外直播不？你不哦。那没有，你怎么会看到这个东西？我没有。我就是你介绍的。对啊，你就是看直播，我们才有知道这个东西啊。这应该没时间看了哈。没有。哦，你这拍乱了。不好猜的。不好猜哈，那你就。没关系，我没讲，没讲什么。再来，它插不到底。这样子套上去之后。这样子。那这时候如果硬要用，是要加 BOSS 杠杠。对，宽度是一样的。哎，谢谢大龟，嘿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有问题一同解决哈。有知识呢，一同分享。哎，老板哈，老板各位有看直播的朋友，如果来到这边哈，帮个忙，哈，能够尽量不要我知道就不要说哈。好，在场已经很多人被我骂过了哈，你只要说我知道，通常都会下场会很惨，因为我们教你的东西讲两句话你就说我知道，我们还没有讲完你就说我知道，对我们伤害非常的大。那我们是要教你嘛，那你一直我知道，我怎么教你啊？刚刚也有一样的现象哈，那这个这点跟大家拜托啊，你如果是我知道的那一种呢，你来这边就尽量不要说，那我们会帮尽量跟你沟通。那我们讲两句你就我知道的话哈，我们就马上就掉头了，我们就不会再沟通下去，因为我们认定你知道，我们就不需要再说下去。好，这点我跟你们抱歉了啊。每个人都有癖好，每个人都有癖好了啊，我的癖好就是这个癖好。好，我再教你，那你说我知道，那我就不用教了。好，再教大家一个技巧，歪掉了嘛。好，歪掉之后你就磨这个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是一种就是称重的一个技巧。再来上下的问题，这个往下推一点点就好了，或者是这样推一点点，这样推一点点，它也可以形成一个不错的一个配重。哎，你知道的，是哎，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明白哈，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明白，有我的苦衷啊，哎，每讲一件事情都可是，每讲一件事情都我知道，那我会很痛苦哈，你也痛苦，我也痛苦，那干脆就不要讲。因为我们天天在研究的人都还不知道啊，结果我讲两句话你就知道，那就没意思了。陈先生还有没有别的要问的？没有，没有，差不多今天就是你的目的了，差不多哈，解决了长时间供电，因为 iPhone 通常一个小时就挂了，运气不好的哈，你通讯协定开的太多，那么又在那边一直跑东跑西，更短，可能40分钟就挂掉了，那你这个东西势必花少少的钱给它完成充电，那我帮先生验证一件事情，这个充电东西有没有好的哈，有没有好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跟着大家这一趴呢，教大家 SPG Life 的一些特殊运用，怪机师限定，只有怪机师限定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